今日播出的乘风2024四公上半场演出已经更新了，一起来看看最新的舞台秀。第一个出场的是戚薇组的华夏，现场还是很燃的，现场布置的非常大气。陈丽君非常帅气，回旋踢特别给力，动作干净利落，戚薇造型还不错，就是说唱部分这个嗓音不太合适，有点尴尬。张予曦有进步，跳舞还可以。 唱歌这个天生的真的很难改。刘星唱的很好听，动作也很标准帅。三巨头的合照结束后，还偷偷给陈丽君准备了生日蛋糕，这个蛋糕真的很有特色啊，太有心了，还专门准备了越剧团的祝福。陈丽君感动落泪。接下来就就是他们组的师姐合作秀，孟佳、杨景华、蔡诗芸，风吹一下都是粉粉的舞台，唱的歌也很甜，就是孟佳的造型有些失败。 显得老气，这个头发背个大锅，蔡诗芸真的很棒，歌词唱得非常清晰，舞台不在话下，还是很棒的。四公怎么淘汰他了？真难受。虽然杨景华这次进步也很大，但是还是蔡诗芸更好一些。下一个就是萨顶顶这个组合唱的心电感应八百零八，全员服装还算给力，特别是郭碧婷的很帅，这么看确实瘦了很多，这个造型也很适合他。朱丹也还不错。 有进步，尚雯婕没有跟何洁合唱，还有点小遗憾，看来是真的声线不合适。他们组的师姐帮帮唱是萨顶顶和薛凯琪合唱《剩下两个都是美女，薛凯琪真的显年轻，丝毫看不出四十多岁啊。这个是最后的总分数，还是戚薇团的分值最高，差了二十五分，也不是很大。明天的是陈浩宇团和蔡文静团，蔡文静看起来好惆怅啊，压力很大啊。 陈浩宇组太强大了，确实难为他了。芒果女性文化交流与音乐竞演综艺《浪姐舞正在热播，三十六位姐姐一路乘风破浪，展现各自的舞台实力和个性魅力，在娱乐圈重拾关注度，个人事业也迎来新契机。初舞台和三次公演舞台过后，陈丽君、戚薇、刘心、蔡文静等姐姐人气高涨，成为《浪姐舞不折不扣的人气四巨头。陈浩宇从小透明变身大黑马。 如今也成了芒果力捧的对象，而何洁和尚雯婕两位芒果自家人就没那么幸运了。节目里拿到的剧本太虐心，完成成了工具人。浪姐五虽然保持着不错的话题关注度，但是缺少爆款舞台、出圈名场面、大热姐姐加持，节目的影响力也有所下滑。六月六日，浪姐五正式迎来四公舞台，二十四位姐姐分成四个团：戚薇、萨顶顶。 蔡文静、陈浩宇担任队长。和往季节目一样，浪姐五四公舞台也迎来了师姐帮唱赛。王菲菲、孟佳、薛凯琪、黄丽玲四人成为帮唱嘉宾。节目能够打个翻身仗，四公舞台至关重要。浪姐五四公赛制也全面升级，每个团要表演两首歌曲，包括一首团秀曲目和一首师姐合作秀曲目。 四公赛前小考成为唯一优胜团的陈浩宇团获得赛前秀表演的机会，队长陈浩宇与队员袁娅维代表团队出战，两人合作带来 vocal 曲目《怨与愁》，两位唱将强强合作，声音彼此衬托，满满的故事感和画面感，将歌曲中浓烈的情感完美传达出来，最后拿到了八百五十三分。根据赛制，两人赛前秀的分数超过了前三次团秀舞台成峰值，平均分八百二十九分。 可对团内的一位成员进行守护，年纪最大的谢金燕成了被守护的对象，提前晋级下一次公演。她本人也非常激动，对于团队给出的保护感动落泪。戚薇领衔的乘风一团率先登场，六位姐姐合体带来中国风歌曲《华夏》，舞美、妆造、舞蹈动作编排融为一体，大气磅礴，营造出来的舞台氛围感非常强。姐姐们也都沉浸在自己的角色当中，陈丽君一招一式帅气十足。 和声部分格外吸引人，张予曦妆造绝美，成了舞台的一道风景线。相较于小考，六位姐姐的演唱进步明显，但是说唱部分还是分分钟让人出戏。只有蔡诗芸一个人对位耳，华夏舞台有燃点，场子一下子热了起来。但是园区乏善可陈，有点影响姐姐们的整体分数了。最后拿到了八百九十七分。四公录制当天也恰好是陈丽君的生日。 整个团队的姐妹专门为她准备了特别的生日礼物，现场演唱越剧版生日歌，录制祝福视频，还把每个人的声波做成艺术画。陈丽君非常感动，在舞台上直接落泪。从半半到华夏，姐姐们之间的友谊也让人羡慕。团秀过后就是师姐合作秀，孟佳、和蔡诗芸、杨锦华三位姐姐代表团队出战。芭比风舞台风吹一下，浪漫唯美，完美契合四公立夏的主题。 姐姐们元气满满，表情管理堪称教科书。孟佳不愧是一代姐姐，舞台上完全就是焦点。整个舞台也能看得出姐姐们实力的巨大差距。风吹一下，最后获得了八百六十三分，加上华夏获得的八百九十七分，戚薇团最后获得一千七百六十分。这个分数也是四公的基准线，其余三个团只有超过这个分数才能全员安全晋级。萨顶顶团率先向乘风一团发起冲击。 六位姐姐合体带来团秀《心电感应》八百零八，整个演唱律动感满满，和声起舞的部分都很抓人。尚雯婕开口脆，给整个表演奠定了基调。每一位姐姐都充满了活力，可惜节目组的妆造又拖了后腿。尚雯婕、郭碧婷的造型让人不忍直视，严重影响了舞台整体呈现效果。最后拿下了八百六十五分。值得欣慰的是，练习室环节和洁、尚雯婕因为和声问题起了争执。 在本期节目中，两位超女也算是和解了。尚雯婕表示，和何洁处不来是因为何洁的性格有点像自己的父亲，都非常外向热情，有时候反而不知道怎么去相处。何洁也终于释怀了，既然没有办法和尚雯婕做朋友，那就好好做同事。萨顶顶和薛凯琪两个音色特质完全不同的姐姐，却混搭出不一样的效果，一首《盛夏》带观众回到了那个毕业的夏天。 每一句歌词都格外走心和动人，两位姐姐如仙女落入凡间，用声音讲故事，彼此烘托。真人秀环节喜剧效果拉满，舞台演唱环节高能不断，台上台下极具反差感。剩下最后获得八百七十分，加上心电感应八百零八获得的八百六十五分，萨顶顶团最后获得一千七百三十五分，总成绩低于戚薇团，全员待定。总的来看。 浪姐五四公舞台有惊喜，也有失望。师姐的到来无疑给舞台增添色彩。两个合作秀舞台也都有了不一样的视听效果。两个团秀舞台让人有些失望。节目造型团队一直拖后腿，浪费了姐姐们的美貌。节目的选曲始终让人看不懂，没有展现出姐姐们的特点吧？也难怪到了四公都没有出圈的舞台。对于浪姐五四公舞台，你们有什么要吐槽的吗？ 浪姐五乘风二零二四迎来了四公分组选区级小考，这次共分为四个组，每个组均为六人，会有四名师姐前来帮场，分别是孟佳、王菲菲、黄丽玲、薛凯琪。下面就来看看四公分组合选曲吧。华夏原唱：周延庚、陈丽君、戚薇、刘心、杨景华、张雨绮、蔡诗芸。首先是乘风一团、戚薇团表演《华夏》，这是一首偏古风的，编舞也很帅。 全员古风造型，看了陈丽君的舞台造型，感觉这完全是陈丽君的统治区啊！一招一式都很有气势，甚至在台上表演了一字马。刘心的国风造型好惊艳啊！小考中更是一曲燃炸全场，《心电感应》八百零八原唱张靓颖、何洁、柳岩、萨顶顶、尚雯婕、郭碧婷、朱丹、萨顶顶团演唱张靓颖的心电感应八百零八。张靓颖曾在维密大秀上演唱过。 是一首唱跳节奏感比较强的歌曲，这次终于可以看萨顶顶跳舞了。看预告，全员银色装扮，郭碧婷高马尾银色短裙，女团风十足，感觉瘦了好多啊，颜值又回来了。